风之谷交易平台风界等着你的加入，那里面有 DC 群，有 LINE 群，非常多的这个交易管道，我把它放在置顶留言还有资讯栏，点击立即加入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神秘魔法画框，暑假又回归了，但是我们这次多一种新的卷轴，旧式卷轴全新登场，绿色的这个外观，感觉就是特别的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式卷轴它的这个加的能力好了，那这个是武器系列的，它只会增加15到20，那它就是把不好的都去掉了。那像是命运卷轴上个图，它就是会有12到20，那它就有可能会冲到很低，然后它把比较低的部分都去掉，所以它更强，而且几率的部分更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具的部分，那防具的部分的话是10到15，然后像是命运卷轴是7到15，而且几率的部分你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加15旧式卷轴是 5%， 然后命运只有 1%， 所以基本上旧式要冲到15的几率真的很高，所以我觉得齁，这个卷轴稍微有点破坏一些装备的行情啊，但是都出了，所以其实也没办法。那在几率的部分呢，总共有10张卷轴，然后每一种都是 0.1%， 所以加起来就是 1%， 所以抽到的概率就是 1%，所以差不多100个画框里面会有一个旧式卷，那我马上来帮大家实测一下，1050个画框里面会有几张旧式卷轴。那我们影片就马上开始。哦，它上层一堆哦。哦，开抽了，各位观众，看这水球太多了吧。老哥，这是在玩抱抱王吗？确实欸，干这水球好多哦，我操，拿不完欸，这水球太多了，感觉今天杀人鲸披风是我的欸，感觉杀人鲸披风已经是我的了欸，这太好，感觉太多，我靠，背包已满，那我好像要先开水球欸，我操，他们全都水球，这傻小，我先把他这些宝物先放在仓库里面。好啦，开抽 ！V 防巨魔，白金锤子，选择八个扩充，纯白工匠方块，命运单手武器工卷，有一个欸，命运哦，等下再算好了。工匠方块、白银锤子、工匠方块、救急黑暗宠物工魔力回针卷、命运防具魔、命运双手武器魔，连出2个命运，感觉今天好像是来抽旧式卷的。听说命运的那个趴数有被提升一点，感觉有感呢。随便抽都有欸，哦，就是双手魔力卷第一个出的，我是谁？抽不到一组就出了一张了，有喽！救急黑暗饰品魔、救急黑暗宠物魔力卷、 V 单手魔、 V 饰品攻、饰品攻击卷，会不会这560抽完只有一张啊？那好像换我中风嘞、欸，欧大要骂我嘞、欸。他说：“神秘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妈，560抽中一个，烂死了，不给你抽了。”饰品攻击，哎、欸，就是宠物攻击卷轴来了，第二张有喽，宠物攻击卷，这多少钱啊？看一下，蛮贵的哦。哦，这是贵的、哦嗯，这个是贵的、哦。他不是要送钥匙吗？嗯，对呀，马上抽到一张。你、欸、靠，要15被调成5%哦。算 OK。老哥，我相信你的实力的，你得相信啊！我是谁？我是救世之子啊！人是，相信我吧。又出一个救世双手武器工具卷，我是谁？已经3张了，现在还有280抽，随便抽都有。
潘朵拉吗？可能好像今天更新好像没了，还是怎样？你要去商城看一下。哦，你是说艾比？艾比没了。啊，就是四品魔力，加起来四张了，各位观众，有了。但这个好像没什么价哦，妈。欸，其实我老实跟你们说，假设我再抽到一张，假设我有五张的话，其实是符合，真的有点多。啊，又抽一个，就是双手武器魔力五张了。刚刚怎么是魔力啊？哎，还双双手的，操嘞！我怎么是双手魔啊？中五张了、欸，靠！我怎么最烂的给我两个啊？这双手魔，双手魔我两张。我必须得说，不是所有的卷轴都是 0.1% 吗？为什么我双手魔感觉特别好出啊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明明几率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双手魔感觉五倍的概率会抽到？好奇怪啊！就是卷一卷多一张多少的，很多都是过千的这样。啊，就是四品魔抽六张了。我抽到六张了，我抽到六张了，欧大，我比平，我比期望值还要更高哎，欧大，我比期望值还要更高，我说你是不是找对人了？平均一趴只有，平均只有一趴的概率哦，所以我刚刚抽560抽，正常来说应该只会抽到5.6张，但是我现在抽到几张？六张，真是。我现在抽到六张，所以我可以说是就是之子。搞不好现在还有56抽，搞不好这56抽又中再中一个七张，蛮有可能的啊！啊，又中七张，就是宠物魔又中了七张，我靠！哎，真的找对人啊！我是鬼吧？500抽七张，500抽七张哎！等下方便给刚进来台的人看，我刚抽的560抽，然后旧世卷总共有七张，然后命运卷我算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开抽了，就是四品攻击力，才抽15抽，马上又中一个，这个超鬼。就是四品攻击，15抽又中一个了。我真的是就是产生机，各种抽。就是宠物攻击又中一张，我操！两张了，削了吧？这个要怎么亏啊？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会亏吗？又中攻击，感觉不会亏，感觉不会亏，一直中。装备钥匙，军十三的宠物钥匙，以后会出现啊。好，就是四品魔，又一张，三张了，太爽了，三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就是卷，就是防具攻击卷，又一张，四张，有喽，符合。符合这个我们的期望值，防具攻击卷，赶快截图给他看。而且我抽到好多物攻哦，45+34对吧？45+34是79。好了，算完这个目前的。目前的这个数量，1050抽有11张旧世，79个命运。然后我看一下商城还有没有，商城没了。可以啊，天鸟王啊。然后把这个数据给老板看一下，截图给他看一下。是吧？总共有11张旧世卷呢，我看一下有几张物攻，几张魔攻好了。我去一下那个，去一下那个自由市场。先算有几张魔好，一二
三、四、五，六，六张魔，六张魔力，五张悟空，六魔五悟。